接下来是这一款《创意乘法闯关桌游书》，然后里面有二到十的乘法和有些是除法练习，所以蛮简单。你看翻开第一页，它就色彩很丰富，能透过这游戏来让小朋友学习。这是属于低年级的。然后呢，今天还要办的游戏就是抢答。十乘十就是100，100乘以2就是200，200乘以4就是800。如果你连这个不会，就去买这本书；如果买不到，去书街看看；如果你那边也买不到，来找买哦。我懒得卖，拜，晚安，真省事，怎么那么小？